用吗？ 要不要跟镜头 say hi 啊什么东西？嗯，要吐。那你现在在家说上海话还是那个普通话呢？ 里面去吗？好，应该是什么 SPA 一类的东西。哦，你走走走，那边看一下，什么？你看了什么店吧？都是卖衣服的。对镜头 say hi 了，再来一次哈。